陛下，东印国拜将求和，向您敬献了珍宝。 东影派遣刺客行刺，罔顾父王下旨停战的美意。既然如此，即刻拔营，血洗东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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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岳统领，我们刺杀太子失败了。 殿下，已经查过了，那些刺客又是碎心谷的人。有劳太医，你先撤吧。 不知道，拿他们换了三座城，够本。<咳>殿下，您这旧伤不能不当回事儿啊！这隔三差五总有刺客来刺杀你，真是……明日启程，停战，回陈京。东影镇内乱，正是大好的机会。在这节骨眼上，急召您回去成亲，陛下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杜宾，不可胡言。 小姐，贤良淑德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从未有人窥见其真容，正可谓女德之典范，与太子真是天作之合呀！哎呀，这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呀！对对对，如此良缘，实属难得，难得。 Thank you.
太子殿下神归，留有口谕。什么？死了？太子妃，跪听。 因为我天生玉兔，只配苟活在他的阴影中。我可以帮你杀了太子，替你离开龙宫。昨夜刚和太子东完房，今天嫂嫂就来私会了。隔岸皇子救了皇主，想必是我那皇兄又中用了。孤道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样。 殿试之女，柔亮端方，德行淑穆，与孤神交相遇。鸳鸯在梁，缠锦和鸣，若失比翼，唯愿合葬。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难舍您一人孤苦独活，既无法恩爱于世，就请太子妃随殿下而去。请太子妃殉葬。 殿下怎能如此狠心？我还没有拜别父母，我父亲尹国公。太子妃，在大臣，皇家女眷殉葬乃是传统，想必尹国公也会以您为荣。先帝驾崩时，前皇后也是以头枪毙殉葬归天，还请您不负众望。请太子妃殉葬。自己命短，让女人殉葬，真是命短归己长。 太子殿下交代了，若是您伤心过度晕倒的话，就由属下亲手送您上。太子妃，选一样吗？ 身位是太子殿下的。 传太医。